完了完了，蛋大子突然变成超熊，可怎么办呀？行宝，今天心情好，手感好，走，带你打巅峰上分。有灰灰，今天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居然想起跟我打巅峰赛了。爽快点，打不打？这灰灰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好吧好吧，蛋仔派对激动。行宝，给我来个超级起步，我这把直接带你夺冠。好吧。行宝，你直接下去吧，放心交给我，我要把这些蛋都嘎了。啊，这。一群小菜蛋，直接拿下。灰灰呀，你平时好像不这样。我什么样啊，我一直这样，敢跟我抢第一全都滚出去。灰灰今天这反应怎么这么像超雄啊？灰灰呀，这决赛我要不要直接下去呀？下去吧下去吧，这些小菜蛋我直接一巴掌一个。行宝，躺赢的感觉怎么样，还玩不玩？灰灰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我上招吧，敢打我家行宝，你完了。我斩无影脚，嘿嘿嘿嘿嘿。灰灰今天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超雄蛋搭子吗？